极乐世界是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的佛教大学。阿弥陀佛是校长。三个学位呀、无上正等正觉是博士学位。正等正觉是硕士学位。正觉那就是学士学位。得到这个学位，得到正觉的，称他做阿罗汉。阿罗汉是学士。如果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呢，他就叫做菩萨。菩萨是相当硕士。他要证得究竟圆满了，无上正等正觉，称他做佛陀。好比说博士。最高的学位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。那再跟你讲，像地藏菩萨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位里面，加上你所学的科目。文学博士，理学博士，数学博士，语文博士，你学的不一样，是菩萨名称是这个意思观音菩萨可多了，无量无边数不清观音菩萨，譬如说是理学博士，这。学理工、理学的人多工学博士学工学的多医学博士学医的多这些菩萨名称呢，是菩萨上面加上他所学习的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一个人呐。那是观世音菩萨，你认为他一个人错了？哪止一个人呢？菩萨是硕士，文学硕士，文学硕士多少人？太多了。你指定某个人，还得把名字加上去。某某某文学博士，那专门指他一个人。这个要懂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佛门里头或者佛门以外，称某人做菩萨，什么菩萨菩萨，你就不会执着了。你称他是观音菩萨，他是不是西方三圣站在阿弥陀佛旁边那个观音菩萨？不是的。观音菩萨太多了，站在阿弥陀佛旁边不是的，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。某某学校教务长，观音菩萨是他的学位的名称，他得到这个学位了。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校长是阿弥陀佛。教务长是观音菩萨，训道长是大势至菩萨。得搞清楚佛不是一个人，阿弥陀佛也不是一个人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阿弥陀佛是所有诸佛共同的称号。因为他的意思是无量具。哪一尊佛都是无量具。所以只要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都可以称为无量具。
啊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就他特别，啊，特别在哪里呢？他发四十八愿，他建立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一尊阿弥陀佛，啊，不是一般的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佛家这些名称呢，叫通号啊，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。啊，而且受菩萨了，大菩萨、小菩萨差别很大了。华严经上我们都看到菩萨51个阶级。啊，这51个阶级通通学文学，那都叫文学菩萨。啊，他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到51年级。那程度相差太大了啊！一年级不能跟10年级比，10年级不能跟20年级比，差远了啊！51个阶级啊，第51个阶级是等觉，等觉修满了就毕业了。毕业才是妙觉，才叫成佛啊！博士学位拿到了啊！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啊！所以佛法确确实实，它跟宗教不一样，它跟学校很相似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它是教育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佛说的。一切众生本来个个都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你迷了，你不知道，你才变成凡夫。啊！现在设立这个学校，帮助你回头，帮助你回归本觉。是这么个意思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